变成躺霜雪佛兰了。上月十一日，大熊猫萌兰到室外营业时发现下雪了，一出场就把饲养员给堆得雪人玩坏了。照常给大家打完招呼后，便开始撒欢，在雪地里滚来滚去，不一会儿就把身上裹满了躺霜，被网友调侃像躺霜芝麻摊儿。萌兰在雪地里和各种玩具玩得开心到停不下来，心情大好的摸摸还表演了自己的拿手绝技树上倒立和空中一字马。论整活，摸摸说第一，估计没熊感受第二了吧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萌兰的快乐，真是要为摸摸萌化了。我玩了，我去，太帅了，这个哎呦，2023年的第一场雪让萌兰白的更猛烈一些，那小爽玩了。